Anyway， 我们下面有请我们仁爱组的弟兄姐妹来给我们献上一首诗歌《奇异恩典》，这是一首传唱了百年的诗歌，我们真的是百唱不厌。谢谢各位平安，今天晚上我们仁爱组带来的这首诗歌《奇异恩典》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蒙恩，刚才我们也看见就是。在这里来数唱上帝的恩典，都在这里聆听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唱这首奇异的恩典。歌声还是很响亮啊，感谢主，他们的心是火热的。